家早安。Hello。午安。大家午安。官网的时间写错了。官网直接把我提前两个小时，但是我没有检查到这件事情，因为我那时候给的时间就是给一点半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变成十一点半。对，我很早就醒了，我早上本来就有事情，我早上有事情，所以我不可能这么早播。啊，我刚刚一忙完就来播了，对啊，很难过哎，我刚刚看到大家传讯息给我，差点要哭了，吓死我了，Grammarly does more than catch errors. With Grammarly.我真的吓到了啦！我吓死了，因为我刚在忙啊，我没有办法提早。然后我就看到大家传讯息，然后我就很紧张。谢希恩。我跟你们说，我抽大红包了！我跟你讲，我今天都抽了大红包了啦，吓死我了啦！我赶快开播，吓死我了！啊，吓死我了！我跟你们说，你们今天输了啦，我今天一定都抽得到红包了。吓死我了。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。有有有，我想说我提早一个小时开，没有没有，因为我是早上有事情，所以我就一定是排下午，然后但是因为刚刚看到大家传讯息给我，害我吓死了，我一整个吓到，我说我的心脏要爆掉了，我赶快去看官网，就发现官网真的写错。谢思源的戒指，没事没事，我好了我好了。我好了，噠噠，我来播了，我来播了，大家不要紧张，我没有迟到，没开等一下而已，没事，我来了，没事，我来播了，哎，等我发一包粉丝团的，哎，粉丝团大家来了没啊？哎，粉丝团大家都到了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今天粉丝团也抽得到红包了。我跟你们讲，你知道我那天，我不是，哎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今天输了啦，我今天一定都抽得到红包。我跟你们讲哦，我那个，你临时有事情开播之后发消息报平安就好。好，没有，因为我真的吓到，我怕大家等一直等我，你知道吗？我就一直很紧张，然后我就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，然后想要赶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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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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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跟你讲，我今天早上九点就起床了，我就处理事情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天真的是超乖的，好不好？我今天超早的哦，我今天是世界第一早的那种。然后我就很紧张，我就超怕大家一直在等我，然后我就很有点紧张，然后就觉得有点气自己怎么没有看清楚，你知道吗？就哎，
怎么没有看清楚说，没有特别去检查说官网有没有写对，我就啊，觉得我疏忽了呢。真要去冲澡的时候你就开了，你先去冲澡没关系，西恩，我一样会开到两点半。啊，妈咪，谢谢，是妈咪吗？谢谢妈咪的，谢阿鹏鹏的加入粉丝，加入长颈族，谢妈咪的红包。你想要票的电话是？竹妈开的是啊，我忘记啊，我忘记转，我忘记转一般的了。好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谢迷你猪的戒指，我是一点半播，可是因为我看到大家一直传讯息给我，然后我有点紧张，所以我就赶快先开播。可是我怕，因为我怕大家生气，我怕大家会生气，所以我赶快播。然后我吓死了，对不对？我真的吓死了，我真的超怕大家啊！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，昨天竹妈帮我剪刘，是昨天吗？昨天还是前天？竹妈帮我剪刘海了。就不会扎眼睛了，而且你看，你不觉得我剪了刘海以后，我的刘海很顺吗？就是很乖很听话，好像是因为太长，它有点自然卷，它就开始乱翘，所以我还是要定期剪一下。什么一定是不算迟到啦，所以你吃饭了吗？我吃了早餐了。Hello 累，才不会生气呢，所以不要唱那首歌哦。大家下注下得很开心吗？哪一天你都断片了？我跟你们说，大家就是我真的很担心大家会生气，我真的很担心大家会生气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很担心。但是目前感觉还是很长，有吗？可是我已经剪了耶，我看到没播也以为是一点半播，但看了官网是11:30。对，因为好像可能没有注意到。因为我星期一是11:30，暴怒的人挑起争端，忍耐的人止息纷争，忍耐的人止息纷争。假如你生气，看我直播。假如你生气。看我直播，生气不可到日落。你看我太久没唱这首歌了，我都忘记歌词了。我们在读，你会不会变成晚上8点开？你说晚上，我以为我今天是晚上直播，是不是？会不会有点夸张？推推的又是一个月的长颈族，谢阿杜的玫瑰。好啦，但是我还是让大家等了一下，就有点抱歉。再发一包红包。不要生气，生气留地步。不要生气，生气吃亏是你自己。晚上加播也是可以啦，这个我就不太确定我能不能加播，因为这个应该是要事先讲吧。等一下我被抓到会不会被笨掉啊？谢谢大家等了我一下，谢谢大家有跟我说这件事情，我真的没有发现，我是大家跟我讲我才发现说，怎么官网写11:30？我们不会生气，只要不要唱这首歌。本来不生气了，唱了就生气，是谁提醒他唱这首歌？是赌徒吗？是赌徒提醒我的。谢妈咪的真情告白。好了，阿杜，谢阿杜的银戒指。我跟你们讲，你们今天应该会输。我跟你讲，我把红包设无条件领红包。然后我跟你们讲，你们一定会输给我，相不相信？谢谢晴晴的告白气球。要打不行，我们不是打赌，我们要猜猜看谁会赢吗？谢谢 WZI 真情告白，就是没有。出来当球是什么意思？直接播到8:30，这个先不要。谢谢小蛋糕的告白气球，我那二姐，我是戒二好吗？你只要提早跟公司讲就好啦，也有人当天早上才赶时间。可是不行，这对我来说就是你知道，我承诺大家的这个时间就是也是不要让大家太等太久了。谢谢嘎宝贝的真情告白，其实等你有空发个行动说明一下也可以，不用急着开播。吉米粥，等一下，哪有这样的？等一下哦。
哎 ，WZI， 哎，你们怎么那么有，这么有默契啊？我跟你讲，我要先发了，一二三，我要发红包喽！会晚五秒，对不对？好。跟你讲，你们今天输，我今天已经都抽得到。我跟你讲，我还特别去检查我的浪有没有更新，然后我检查完浪有没有更新之后，我就检查我手机有没有更新，检查手机有没有更新以后呢，我就检查我的网络是不是 OK 了。检查完网络以后，我就关机再重新开机一次，然后我又把我的那个浪呢又刷掉以后，我又再重新开一次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天一定赢，你们今天一定输。谢谢，是什么东西？哦，谁又说厨子浪温馨提醒，切勿相信来历不明的厨子消息哦。哦，我没有，可能哪天脑袋没更新吧。我那天可能就是脑袋没有更新，他都不让我抽到。而且我跟你们说哦，我不是有几包是发粉丝团的吗？结果你知道？好，这个时候啊，对，我不要生气，对，不要生气。结果你知道我下播以后，我收到他大概八封提醒说，我有八个红包是大家没有抽完，然后还给我的，就是粉丝团的，大家知道吗？结果粉丝团一包都没有抽到。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。啊！但我那天在城堡的那个，不行，不能这样讲。我在晨晨前辈的那个直播间的时候，我就有抽到。提醒竹吧，还续啊？什么提醒竹吧，还续啊？什么意思，陶瓦工？感觉你在生气？没有，我没有生气。Hello， Leo 吹，竹竹可以挑战看一下你。前辈的八个小时的开播记录，我觉得有一点点长，对，这可能要准备三颗行动充才有办法。噔噔噔噔 ，Hello 史密斯，要再丢一包吗？我丢了吗？有吗？抽到吗？有抽到吗？那个人超多，很难抽。我跟你讲，我有抽到三包吧，我大概有抽到三包。然后我又丢红包了，所以又没了，抽到什么都丢出去了。Hello 养羊好哥哥 ，Hello 幼秋 ，Hello Stronger 昌 ，Hello 阿郭，那天塔罗牌就告诉你要放下了，还想抢？没有，就是虽然说他就是你知道塔罗牌叫我放下，但是我还是要稍微宣传一下吧。就是大家如果有佩佩的话，要记得投给祖祖的居家女友，让我成为你的居家女友吧。祖祖是无法领取吧？不是没有，没有，他是没写，就写说什么红包已抢完。红包已抢完，谢谢高宝贝的圣华，谢谢 Alex 的银戒指，而且大家有发现吗？我今天穿的是我圣诞 T， 陈那天直接放弃抢红包。陈陈不是只有放弃抢红包啊，他可能留言也放弃了，就直接刷爆这样。谢谢周颖的我来签到，我大概十个留言，他大概只有看到两个，他真的太忙了，就是大家就是也是就是稍微体谅一下陈陈。就是他真的那天留言真的比较多，如果晨晨没有回复到你的话，大家记得下一次还是要去看晨晨直播哦，不可以因为他没有看到你的留言就不理他哦。昨天的红包一失误就没了。对啊，真的，最主要是我还一直打字一直打字，然后就一直不想按掉，要晨晨前辈，对，要晨晨前辈。昨天的首播根本暴动，真的，但是因为我没有开声音，所以我其实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说什么。昨天留言真的刷超快，真的没有人怪晨晨啊，当然，就是如果有新朋友去那边的话，就是大家还是要推荐一下。他昨天一开始蛮紧张的，真的，他看起来超紧张，害我都跟着紧张了。昨天一直跳红包，干不干不？昨天其实是就是红包在直播这样，怎么没礼貌？
祖祖送了衣服跟口红嘛，好有钱哦。没有，因为你知道晨晨当初说不是送了我生日礼物嘛，他就讲了一句话让我觉得很感动。晨晨就说，我跟妹妹用我们的零用钱帮我买了生日。我想说，哦，我怎么可以让孩子用他的零用钱买我的生日礼物呢？我觉得不行，他的生日礼物我一定要好好准备。昨天直播直接疯掉，哎，又不是你各种乱入，然后就上手，嗯，我觉得其实我前面直播也是蛮有气质的啦，我也是不知道怎么就忽然之间变成这样。Hello 文宝，你紧张啥？你二姐啊？哪有？我那天应该还蛮那个的吧？我还蛮那个的、啊，还蛮称职的、欸，就是。哦，该宣传的有宣传，然后哦，该讲的都有讲了，我又当场控哎、欸，我就很棒啊！身为直播前辈，要给陈前辈建议啊，没关系啊，每个人就有每个人不一样的风格，我总不能把它变成像我这样吧？大家 OK 吗？祖屋送礼物没有被提到，还自己 Q， 对啊，哎、欸，我那第一个送的、欸。我当然要自己 Q 一下啊，就是我以为他，你知道，我还是希望收到礼物的人喜欢我送他的礼物啊，拜托不要，请住手。你觉得好就好啊，是不是卡丘？我也觉得，我觉得就是晨晨前辈很适合我的直播风格，下次我就会建议他，一直叫晨晨唱不要生气，不是我，哎，真的不是我，我那天很乖。我那天在晨前辈直播间很乖，晨晨宝贝，我不可以让他就是不要让他那么紧张，你知道吗？晨晨被砸蛋糕看了就好痛，我怎么没有看到他被砸蛋糕的？啊，我的啊！哈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输了，我抢得到啊哈哈，我抢得到哈哈。其实晨昨天表现得不错了啦，唯一败笔就是让，真的假的啦？真的假的？每日说什么？谢谢小蛋糕的哦，恭喜中奖！又是到了赌圈日了吗？哦，不愧是赌圈日，就是中奖几率是提高的呢。啊，我那个时候还有一个礼物要丢给他，我忘记了。我当时不是在我自己直播间有抽一个吗？我那时候本来要丢给他，就我忘记了。谢谢闪元宝的守护灵。不了解。何苦勉强自己？你没抢到，所以我哎，我赢了。祖祖是有没有抢到红包？当然有啊！我跟你讲，我今天很凹哦。谢谢 WZI 的银戒指。不可能会。谢谢笑笑宝的一封信。看来我没有中奖，对吗？下次成人直播间丢啊！他下次直播是什么时候？因为我那时候没有开声音，我没有听到。谢谢推推的一封信，谢谢威宝宝银戒指，谢谢史密斯帮我分享直播间，星期三嘛，他星期三才会再播，是不是？谢谢威宝宝的勋章，有没有中奖呢？嗯，有没有呢？你不欧还没剪，你不欧的还没剪，我那天好像边缘人这样子。极限哦！谢谢妈咪的行李箱，那我要怎么看啊？背包吗？背包。哎，可是他说我没有哎，为什么？我要看那个吗？流鼻水7天哦。好，那我等一下去看一下。真的假的？过期了？我不是前几天才……等一下啦，我的妆都掉了。我一直忘不了，祖祖抢不到红包这一遍。哎，那我很好奇，大家最后一包是有抽到的吗？就是我爱你那个没有期限啊！我爱你那个是什么？是哪个礼物啊？一封信还是行李箱？我也不知道哎，我就是抽了，然后。我不知道哎，你哭成这样，我说我没有哭好吗？
我没有哭好啊。谁跟你我哭了？谁这么脆弱？谁没有嘞？可是我的妆都掉了，这是过敏好吗？过敏。最后一杯是什么？最后一包我没有抢，为什么？你又来了，不闹你了，你要去忙了，飞镖。好啦，星期六是真的蛮忙的。大家你们中午要吃什么啊？通常女生说没有就是有。我没有很脆弱，我没有。可是我不想承认这个。我只要说我没有那么可爱，你们大家就会说对你没有那么可爱。所以我要说我真的超级可爱的，怎么办呢？我还躺在床上，真的假的？好啦，其实可以啦。星期六真的是一个蛮耍废的日子。可是我鼻子的妆是不是都掉啦？妈妈妈妈，真的没有。我一直忘记问大家，大家有看到我的那个猫咪的那个业配吗？大家不觉得我那个？大家有看得出来我拍照的风格是什么风格吗？仙灵保护队玫瑰，你有中奖吗？真的没有，什么东西真的没有。对你，你们很烦呢。刚刚吃饱才等祖祖的，吃 TKK 是什么 ？TKK， 谢谢玲玲保护队戳戳我。大家不要紧张哦，这个不是眼泪哦，这个是我今天故意画亮亮的，有没有很漂亮？有没有看起来像珍珠的眼泪？不会说居家女友吧？不是。原来是业配，我以为那只是拍照道具，没有，那是业配啊。那个，我很坦荡的承认，那就是业配。对，不是，它是那个猫咪的塔罗牌。哦，我就觉得好可爱哦，然后我就觉得我喜欢。所以我就想说好，那接，但是是哪种风格我就没有办法了。我应该有跟大家讲过。业配塔罗牌不是，对，塔罗牌，对，我真的好喜欢那个哦，那真的超漂亮的，我真的超级喜欢的，尤其是它还有三张，它还特别说它有三张闪卡，我觉得超酷的。没有，我是臭直男，我只觉得祖祖那个业配超好看，那是什么风格的拳？快说是什么？不是居家女友风声音吧？那是猫咪，是它是猫咪，还是猫咪哦，有蛋，对，那个猫咪公仔，我以为我会被打抢哎，他说公仔，哦，公仔，闪卡就是闪卡，不是闪卡，闪卡 ，S R 卡是什么意思？不是月月，我没有迟到，我跟你讲，我今天呢是早上有事情，所以我没有办法赶快开，然后但是因为我有看到大家提醒我，但是呢那个是官网写错时间，对。所以我才说我看不出来风格啊。星座大师也喜欢塔罗牌，很正常。我真的超级喜欢塔罗牌的。我跟你讲哦，你知道我最近啊，就是爱上一件事情，就是我每天就是早上起来要抽一张塔罗牌，然后说，我今天的幸运色是什么颜色这样。魔法小卡，你拍的那么美，我想不到怎么呛我啊？太好了。Super Rich 超市有人哦，可能差不多意思吧，就是塔罗牌的大牌，他把它做成闪卡，可以用塔罗牌算算祖祖会嫁给我吗？等一下，你跟我一样抽到放下哦，你确定你要玩这个？这个是可以啊，当然可以玩啊，但是就是如果你抽到放下的话，我就没有办法救你。不愧是赌性坚强，我真的超级喜欢算塔罗牌。然后我觉得，你知道我有一天我就抽到那个黄色的塔罗牌，然后我那天真的一整天都用黄色的东西。还是我等一下抽一张塔罗牌，说我等一下吃什么颜色食物。猪猪 IG 跟直播简直就是判若两人呢，就是都是很漂亮，一个是很漂亮，一个是很性感，然后一个是很可爱。讲话的时候，哦哟 ，WTI， 我跟你讲，我有抢到，哈哈哈，我也来发一包，我也来发一包。
小虾的红包，主主 IG 叶片蛮少的，跟其他人比。真的吗？我的叶片很少吗？我的那个夏日呢，我要压线，我这次已经决定了，我就是要压线，我就是要当个压线仔，谁叫大家都当压线仔，我也要学大家当压线仔。谢谢如哥哥的圣火，谢谢小蛋糕的银戒指，谢谢红包，谢谢真灵的守护灵。难怪开播时间觉得很怪，对，我想说，因为我怕大家等我，所以我就想说赶快提早来播一下，等一下哦。我觉得主主业配不算少吧，很傻啊，很傻。肚肚呢？什么肚肚？我抽到了，可是我觉得为什么？我觉得我抽到的有点少。为什么妈妈比我多两浪花？哪有这样的？阿烂会不会有点太多？阿烂为什么跟我差20？这不是我先发，我不是第一个抽到的吗？已将原子珠生血移出购物车啊！走到哦！谢谢红包，谢谢大家的红包，谢谢晴天戒指，谢谢如哥哥戒指，谢谢妈妈戒指。留在你身边，我凌晨下单完毕了啊！这次没有压线，真的假的？这次大家都没有压线是不是？正牌倒牌的意思好像不太一样。对了，可是我这个我就真的有一点不太明白了，因为这好像真的蛮难的，就是正牌的意思跟反牌的意思，正牌有好跟坏的意思嘛，然后反牌也有好跟坏的意思。那正牌的好跟坏我知道，可是反牌的好跟坏我就有一点点不是很明白了。我的意思说，怎么周末开播时间跟中午是在周五才是？没有，因为我本来应该是1:30开播，可是因为我怕大家等我，然后我就想说，那我尽快开播这样。谢嘎宝 B 的银戒指，正反不就是相反的？不是，就是正它正面它会有好的意思跟坏的意思，然后它反过来也会有好的意思跟坏的意思。比如说死神牌，好，死神牌是最常看见的一张，就是死神牌。死神牌的正牌正面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reborn 的中文叫什么？重生的意思，就是它是一个重生的意思。但是如果它是反面的意思的话，它就是一个就是陷入在不好的状况的死神牌的意思，就是这件事情是对你有不好的，或是这件事情已经陷进去了，或者是这件事情是应该要做一个结尾了，是不好的意思这样。然后但是它反过来我就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。祖祖是塔罗牌大师了吗？也没有塔罗牌，我没有办法，塔罗牌我没有到大师，我真的没有学过。我是就是很喜欢看别人算塔罗牌，然后我最近还看到一个塔罗牌的节目，然后我也有在看那个塔罗牌的节目，然后去了解他们那个是什么意思。谢谢 WGI 的戳戳我，然后我还会追踪各个塔罗牌的那个 YT 频道，我觉得真的，你真的对这些很有兴趣，星座啊塔罗之类的，就星座跟塔罗。我对那个命盘就没有那么有兴趣，命盘那个有点太难了，我就真的比较没有兴趣。你看，建谷中奖了，恭喜！所以你是不是有称赞我，建谷？你今天是不是偷偷称赞我了？所以抽到死神牌代表差不多，呸，不是啦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死神牌有很多的意思，就是它正反就是有不一样的意思，对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其实我也没办法解释的太完整。不好的结尾，难怪几乎都是好。哦哟，哪有他好就哪有。你真的对这些对，好像是看问题来解读。对，还有看问题的状况来解读。谢谢阿烂的戒指，你今天是不是偷骂我？Hello 饭团，正反不就是相反吗？正反不是。这次超香，所以大家都没有压线，是不是？他们说生血业配只有限动，对，我这次只有限动。你看，饭团中奖了，饭团从来都没有呛我，所以他就会很容易中奖。恭喜饭团！谢谢 WGI 的圣火，我没有，有你一定有阿兰，你是不是偷偷骂我？偷偷骂我说没有放好运来给你听，你是不是想要听好运来了？不敢说。Hello 保罗 ，Hello 3685，午安，是我黑人问号。看这里我没中 ，WZ 没中吗？
WZA 没中，哎 WZA 那肯定是你们要称赞我，就一直说是要我们呛你嘛，没有没有，呛我的话就会没有中奖，然后称赞我的话就会中奖。跨过大海，越过山丘，向往 Hello 君君团，君君团，尼莫加红君是加红还是君君？究竟是哪一个？谢谢塔瓦哥，不要放好运来哦！我都没有呛你，也没有中过啊，哪有？怎么可能？树老啊，你再试一次，你让你称赞我，你试一次。Hello 皮卡丘，呛过你就不会中，那我不敢抽了。哎、欸，卡丘，不是这样子的吧？我好紧张哦，下礼拜听说下礼拜有可能可以知道我的成绩，那我很紧张。我最近我但是我不敢确定说他们会不会再准时给我的成绩，所以我只能先告诉大家有可能。我觉得怎么觉得越来越冷了、啊、人气怎么越来越冷的感觉。总之我就看着你瞎吧，好冷哦，我快中枪，好冷哦，忽然之间好冷哦。Hello 微积分大师，好冷哦，就称赞主持主持人美的一点都不嘟嘟。哎、欸、大家有发现我今天是画粉红妆吗？有没有很可爱？我的眼线都掉了。主主要搬家了吗？什么意思的圈？不然先用塔罗牌算一下成绩呀、啊。啊，我不敢，他等下叫我放下怎么办？主主在吹冷气啊。有啊，当然没有。你以为直男会发现吗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关特效才发现。我今天化粉红妆哦，我今天化蜜桃妆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讲学业心虚了，所以会觉得冷吧？我跟你讲，我敢。谢谢闪金宝的行李箱。我不能说了，我怕被你变掉。眼睛的部分是粉红色的，对。然后你看我的那个，哎、欸，我今天好像忘记画腮红了。大不了下学期见啊！不要，真的不要。外表粉红，内心是黑的。哇，感觉好像有点可爱耶。腹黑可爱少女。这有没有更粉红的感觉？谢品贤的行李箱，哎，是说大家都抽到行李箱的意思吗？这样是什么意思呢？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新学期新希望，不用到下学期吧，可以拼暑修吧？没有，我不需要啊，我不需要暑修啊。腹黑有啦，但可爱也是有啊。你不是只有学校那边没有算到辅系吗？对啊，就是哎、欸，但是那个时候我有问，就是我有问那个，我有打电话去问学校了，就是前几天。猪猪最漂亮，谢谢 WZI， 腹部又凸又黑，这有点恐怖哎、欸，涛哥，这有点恐怖，你这个无底的哦，你是说吃东西的部分吗？上次讲错话被你切了一整场白眼，你说了什么的全？不要，你不要讲好了，我有点害怕听到。你是害怕想起还是你是害怕记起还是不愿想起来？谢谢阿烂的圣火，阿烂你没有发自内心称赞我，所以你就没有了。停止你的想象，不用写，大家各取所需，虽然没有中啊，你没有中吗 ？Hello 博星，真正的腹黑是你零一前辈啊，他是真腹黑。那我也来跟大家玩一局，抽一下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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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一封信，讨厌。看一下背包。对啊，为什么？我记得他以前，我这边好像现在看不到。我记得以前他有背包道具，有背包礼物，可是我现在看不到我的背包礼物了。羡慕学校可以被你打电话，林毅前辈是腹黑始祖啊。
Hello， 萌萌，没有，不会，不是，不是，林一前辈最可爱了。林一前辈抖音有腹黑妆，真的假的？竹竹的腹部外面是粉红色，里面是黑色的洞。竹竹安安安安，明宝宝应该发掉了啦，礼物不见了，还是因为主播不能送自己，所以看不到。没有，他以前就算不能送自己也有那个啊，也有背包的那个，可是现在好像看不到。欸，大家都是一封信，哇哇，糟糕了，哇，猪猪可爱，谢谢玲玲吧，不对，还是改版的，好像改版，应该是改版，所以看不到。我刚刚读书的红包一次发完了，你等等，认真自我介绍一下，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玲玲前辈是不？没有，是你们留言写的，所以我就跟着念了。我还没有发现啊！西恩有中奖了，我中奖哇！我30哎，好多哦！啊，我18哎，好多哦！我24哎，我每一包都有抽中哎，28好多好多哦！哎，手抖啊，手抖完蛋了，我后面的红包完蛋了。还是有18，好紧张哦！30，哎，是不是中间抽的人会抽到最多啊？我一直很怀疑这件事情，就是不是最快会抽到最多，是中间抽的人会最多。祖祖眼睛很美，谢谢红包，谢谢，应该是西恩吗？对，谢谢西恩的红包。谢谢博新的戒指，谢谢好多红包，我也来发一包。的这一辈子都不想失恋带，抽到红包，工作摸一下，摸鱼一下就抽到红包，对，就是大家没有抓下啊，我。抽到红包 Rock， 我跟你讲，我那天飞的，今天都 O 回来了。谢谢大家，我这次没有改名哎，还问西恩，因为我刚刚太紧张，一直抽，就来不及看说，是谁？谢谢玲玲保护队的红包，因为太多包了，然后就很紧张，我就一直，我跟你讲，我是手气王，我就来不及看名字，然后我想说，但我有看头像，所以我很确定是西恩，赶快把偶像。模式拿出来啊，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要把偶像模式拿出来？哦，我今天是就是偶像，大家好，我是 AKB48TP 的偶像原子主。谢谢小蛋糕的戒指，谢谢晴晴的戒指，谢谢西恩的红包，耶！哎，我今天真的都有抽到，我真的是哦啦哦呀哦。西恩啊，西恩说提早一分钟发一包红包，哇！所以我是哦，西恩哦，好了啦，好了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谢谢谢谢，不要这样讲到心虚啊。Hello， 好啊，就是脚蛋怎么了 ？Hello， 牙素，谢谢西恩又很多红包，好了好了，西恩好了好了，真的好了好了，我来发。谢谢 WZI 的什么抱抱，谢谢 WZI 的抱抱，谢谢 WZI 的爱的熊抱抱，爱的熊抱抱，哒哒哒哒，玲玲保护队，嘟噜嘟噜嘟噜，我有抽到27，我肚子在咕噜咕噜哎，有点想吃东西了，我们中午要吃什么好呢？等一下，我的手机好像快要掉了。等一下，谢谢朱里恩的一封信。等一下哦。为什么我的？等一下，谢谢林狗的啾啾我。哎，为什么？等一下。好，可以了。吓死我了！充电。那我想吃泡面。我说中午可以吗？
那妈妈，妈妈，妈妈。今天的玫瑰，谢谢大家的礼物，谢谢米宝宝的圣火，对不起，我刚刚真的吓到了。谢谢福福猫的，谢谢福福猫的守护灵，谢 Alex 的戒指，谢谢西恩的戒指，谢谢牙树的看好我，谢谢 Lingo 的啾啾我，谢谢妈咪的真情告白，谢谢朱莉安的两封信，谢谢妈咪的真情告白，谢谢朱莉安的一封信，谢谢 WZI 的熊抱抱。全部念完，谢谢大家。谢谢迷你做真情告白，谢谢嘎宝币的戒指，我们是不是有上小时榜？我们小时榜第几名呢？未来发红包，我们第几名？那我既然这样，我就来玩，我们第几名我就发第几，我就发，哎不行，太多了，太多发红包了。如果我第九名，我是不是需要发九包红包？谢谢晴晴的真情告白，要第十二哦，真的假的？没上是不是？那我自己发。我自己发十三哦，我第十三名哦，哇，糟糕了，那我自己发红包。我爱你，无畏人海的勇气。哎，是真的十三名是不是啊？我抽红包都抽到十三，怎么回事？谢谢推推的掌声鼓励鼓励，笑死，哇哇，糟糕，哇哇，没有了，哇。但是我最近换了一个新的手机壳，超可爱的。谢谢大家的戒指，是真的十三哎，好吧 ，so sad 没有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我刚才花掉三天份的餐费，还敢这样？哦哎哦哎哦哎哦，谢船长都没中哎，真的假的？那你要成长，你今天成长我一下就有了。我自己发红包，我自己来发，发给我的宝贝们，宝贝们抢红包哦，宝贝们，可惜不上小时榜，没关系，我发。哎，为什么没有抽到？那有这样的？怎么会这样 ？Love is killing me, it's killing me。为什么没有 ？Alex 有中奖吗？我把尾数发掉。我爱你啊哈、为什么我开始抽不到了？不能靠近你哪怕一厘米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。除了手机壳，主就打算换头壳吗？没，等一下，我等一下回答你，我先抽 WZI 跟 Jerry 的红包。哎，我手气完，我跟你们讲，我抽到了。你们现在在我有准备的状况下，我就抽得到。我只要没有准备好就，为什么我自己发的我自己抽不到？等一下啊，我再试一次。一二三。哈，我又回来了，我又抽得到了，嘿嘿。我刚刚为什么抽不到？哪有这样子的？为什么我有两包没有抽到嘞？是你就足以。好的，那我发一包粉丝团的，这个我就可以慢慢抽了。这个我肯定是有的。我爱你，欢迎回来，谢谢鸡丝羊的戒指，谢谢非常多的红包，谢谢小易自己发的，本来要抢就比较难啊，哪有，我自己发的都很好抢，是，但是我那两包不知道为什么抢不到，奇怪，还敢偷设粉丝团？当然要啊，我要给我的粉，我要给我的场景族们一些小小的回馈，谢谢大家的戒指。谢谢大家的，我的早餐还没吃完，我现在吃一下我早餐。有何不可吗？哈，不讲武德的本事，有何不可？有何不可？谢谢云平的风月。
你们猜我早餐吃什么？我真的很饿。好像下雨，我好像……我今天声音发生什么事？我刚刚是破音吗？我刚破音，快这样子，吵到出来。你猜我吃什么蛋饼？蛋饼的朋友是。注意口中食物哦，不要，不是要注意哦。谢谢一把把要送我。没有什么风格，我今天屁还抓不到，猪猪脏脏吗？我是培根蛋饼，是大家想不到的蛋饼。快点，现在还要想你们想不到的蛋饼。你们一般不会吃这个蛋饼。嘴巴有东西卖恭维嘿、哦、好的，谢月月的圣火，为什么你都没有中奖？好、哦、你偷骂我，好、哦、你是不是偷骂我？薯饼蛋饼不是，九层塔蛋饼不是，香菜猪血糕不是，但是我蛮想吃吃看的，感觉好像蛮好吃的，小心变胖哦。豆腐乳蛋饼不是，榴莲蛋饼不是，起司鲔鱼不是，河粉蛋饼。好，我提示一下，我提示一下，咖啡色。我好想住你隔壁，不是生菜，不是起司鲔鱼，不是一般蛋饼，不是香蕉巧克力蛋饼。哦，但是往甜的方向去猜，好像有点对。秋葵蛋饼不是巧克力蛋饼，不是咖啡蛋饼，有点恶吧？烧焦的蛋饼也可以，不是巧克力，不是土，是你要吃土，不是咖啡蛋饼，不是卡拉蛋饼，类似榛果蛋，不是榛果，对，类似榛果蛋饼，不是咖喱蛋饼，不是锅巴蛋饼。食材是早餐店会常见到的哦，不是巧克力，不是。你吓我一跳，一杰，我以为你要说 Hello 蛋饼，不是烧焦蛋饼，不是恶心的蛋饼，不是栗子，甜的蛋饼，不是提拉米苏，好吃的蛋饼是蛮好吃的。咖啡色，咖啡色，卖相很好，很好吃。不是，好好看，你那个好恶心哦！黑胡椒铁板蛋饼是什么？不是奶茶蛋饼，但我有喝奶茶，是真的。不是老油条蛋饼，答对了，月月，恭喜中奖，月月。花生酱蛋饼啦，对，西恩也对了，西恩也答对了。对，鸭素。我跟你讲，保奶员，你知道我刚刚讲说咖啡色蛋饼的时候，我就很怕你们会讲这个，真的很恶心哎！我现在还在吃早餐 ，Excuse me， 可以不要酱吗？花生酱超好吃，花生酱蛋饼真的超好吃，而且我跟你讲哦，你就是要把那个粘在那个盒子上面的花生酱，通勾到那个蛋饼上面 ，Oh my god， 超好吃的，好好吃啊、哦！甜甜又咸咸，我想真的推荐大家去吃吃看花生蛋饼。可是我发现好像不是很多家早餐店有卖这种，就是我们家早餐店附近，比如说三四家好了，也只有一家有卖。然后我们学校嘛，大概有六七间早餐店好了，也是只有两三间有卖。甜甜又咸咸，猪猪软软软，就是啊，是不？
老实讲，我对大饼的味道有个既定的印象，就是咸的。我跟你讲，我之前也是，可是我跟你讲，你们吃了花生酱蛋饼，然后你们就会爱上，觉得花生酱蛋饼怎么那么好吃啊？飞飘，你是故意飘屏，还是你是不小心飘屏？你是故意要给我看到那个笨蛋飘过去，还是你是不小心按到？我顶多看到少数早餐店加了草莓酱的，草莓酱我不行耶。可是我觉得草莓酱加 cheese， 然后配吐司很好吃。花生酱可以克制吧？真的吗？故意的吧？还要的哦，故意的啊！我以为写故意的吧。只吃过，觉得你是故意飘一个笨过去，还是你是不小心按到？他从你领不到红包就开始飘了。闪电宝是故意飘屏还是不小心按到？你们现在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按到？巧克力加蛋吐司，这个我不行，这好恶哦。那你们有吃过？你们有吃过巧克力加花生吐司吗？就一面是巧克力，一面是花生，然后对。是超好吃的，这样飘吗？只是路过吗？你以为我也可以？我跟你们讲，你们不要小看我。主播飘还不用辣吗？蛋饼里面加甜面酱，甜面酱是什么东西啊？那是什么？月月，猪猪，烤鸭的酱哦，蒸烤鸭的酱超好吃的。已经约定过，打错字了吗？心窝，是你让我看见干枯伤。
跟上是什么意思？安静的祖宗好美，不用浪花就不用节制了。没有，谢伯承的花束。猪妈煮着亲我们。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。WZI 的 Kiss 啾啾，跟我的豆豆说话。好了，我不要玩了，我太多留言看不到了，你们飘太快了，我输了，我不要玩了。谢谢笑笑宝宝，我分享直播间，我输了，我输了，不讲话，祖祖好美。Hello， 毛飘龙，祖祖，笑死，我的乌鸦刚好在我的眼睛上，真的假的？推推，谢谢推推的，推推的啊啊啊！哎，谢谢嘎宝币的啊啊啊！谢谢新鲜柠檬的眼睛液帐中，谢谢玉安的戒指，谢谢晴晴的一封信，谢谢 Panda 的圣火，谢谢月月的圣火，谢谢思源的戒指，谢谢 Alex 的戒指，谢谢鱼萍的枫叶，谢谢如哥哥的戒指，谢谢推推的戒指，谢谢妈咪的戒指，谢谢鸡饲羊的戒指，哇，好多人的戒指，谢谢大家好多的戒指，不是我送的啦，只是位置刚好。谢谢嘎宝币的，谢谢嘎宝币的啊啊啊 ，Hello O R U R O E，Hello Sally，Hello 飞宝宝，终于差点断粮。哦哦，怎么办？对不起啦，今天隐形眼镜换颜色哎，其实没有，怎么办？你都不飘就不飘，我多没面子，继续飘。不用啦，不要啦，不要飘了啦，真的不要飘了，真的不要飘了，好冷好冷，真的。不要玩，不要玩。谢谢玉安的行李箱，车程很远，像光芒，路灯把我照亮。谢谢大家刚刚飘屏，对不起，让大家破费了，破费在飘屏上了。是谁？是杨雄？那个飘。思源，谢谢飞宝宝的玫瑰，谢谢晴晴的戒指，谢谢杨雄的戒指，谢谢品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刚陪我玩飘屏。今天有眼无珠风格，什么是有眼无珠风格？你说乱讲是不是？谢谢 Rock 的戒指，啊，不小心按掉了，哦哦，没有了，我今天的份发完了。我决定不玩那个毕业典礼，我本来想说要玩毕业典礼，结果好了，想说算了，到时候再说吧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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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，好呀，没有，谢伯承的，你看伯承中奖了，我只是飘过。好的。昨天瑞婷前面就1400个戒指，我要怎么看我有几个戒指一天啊？
现在一杰追踪主播，一杰你没有追踪我吗？原本，哇、wow, ，so sad 哎、欸，为什么我也会飘屏啊？因为你按到飘屏了 ，Alex。谢狗狗的圣火，你可能你如果飘屏的话，你们要扣一浪花哦。我不要，啊、谢大家生活，谢中影的戒指。Hello 皮卡丘，谢中影的戒指。Hello 黄宇 ，Hello。G A K E 怎么念啊？谢宝 ，Hello 宝奶源，明年再玩？没有，原本没有啊。午安，我们是荧幕往右滑，你那边不知道。你现在有829个戒指、嗯。什么玩毕业典礼？就是我本来想要就是办一个祖族的毕业典礼，结果学校忘记帮我算成绩，所以。我一直没有办法办毕业典礼，然后我就想说算了。我本来想说就是你知道，就是毕业典礼，然后大家一起来玩这样，然后玩红包接力赛之类的，然后但是后来我就想说算了，不要玩。延毕典礼，谢新鲜柠檬的戒指，还有 Lingo。Hello 叔叔 ，Hello Tammy，Hello 阿尔法，毕业典礼，帅你宝，毕业典礼，我按飘屏也不会扣浪花，因为我没有浪花，为什么？那你为什么可以飘屏？继续飘，有生之年的，我的鼻涕喷出来了。安静了，现在学校很难找得到行政人员了耶。祝祖祖毕业快乐，谢谢。来统计一下这里有多少人希望祖祖。哦呀，没有，不行。我跟你讲，如果我毕业的话，你们就那个了哦。不要了，对对。Hello 一杰 ，Hello 狗狗 ，Hello 小啾。祖祖有刷或辅系吗？不然怎么一直被说演？我有辅系，然后他们忘记帮我算成绩了，所以我就没有办法跟大家同一个时间拿到毕业证书，因为他们说忘记了，他们完全忘记有辅系这件事情。失败。再次，这样。好，对不起，我卡痰。居然忘记了学校。对，他完全忘记了。竹形象，请不要把荧幕当镜子用。我没有啊，至少不是忘记你这个人。对啦，对，我在教育部单位上班，很多学校都找不到行政人员。就哪个说出来，就你们就当初跟我如果有比赛的话，你们就要遵守约定。比如像保奶员啊，他是说要请大家喝饮料还是什么，我有点忘记了。Hello Jade。我没有啊，飞宝宝。今年我遇到一个可以跟吵架对抗的人，谁啊？阿尔法。还有志豪，没关系，下次可以先提醒他们。不用，我这次就提醒了。没关系，亚素，我可以等他们。还敢卡他？有辅系的话，大五应该也是没差啦。没有，我就是因为想要准时毕业，我才把它转成辅系，不然我就是双主修了，我才不要嘞。奶源说要说奶源说要尾牙是不是？OK， 就是谢谢奶董，谢谢奶董的尾牙，至少不是忘记你这个人，没关系啊，毕业证书只是一张纸，要看你从学校学到什么。是，对对，忽然间这么震惊，害我有点吓一跳，涂过头了啦，鲶鱼了啦，鲶鱼很漂亮，好不好？他们说鲶鱼脸是现在是最新流行的漂亮脸。午安 ，Lonely， 你应该有去上，我都有去上课，我真的都有去上课。尾牙抽红包，哇，谢谢，
谢谢尾牙哦，谢谢奶董，谢谢奶董啦 ，Hello 皮卡丘。通常双主修才会念到大五，对对对，因为我当初就是不想要双，不想念到大五，所以我才把它退成辅系。哟我，那祖祖你学到了什么？我学到的是什么？我学到了，忙里偷闲可以吗？如果你能准时毕业，我就恭喜你。我就学校学到那张纸而已。哎，不过说真的，我真的在学校学到蛮多的。我真的蛮谢谢我的会计老师，谢谢 WCI 的红包，谢谢红包。哦，我也吃到，哇！红包非董赞助吗？哇！那祖祖你学到了什么？我学到了。钱财的经营，我是说真的，我真的蛮谢谢我的会计老师的，我的会计老师帮我开源了，他真的帮我开源欸，我真的哇，我真的是要谢谢我的那个，我真的可以这么的安稳的，在我这个疫情期间，真的要谢谢我的会计老师。原来祖祖学会计，原来你的数学不错，没有我们会计不需要用脑啊。你用计算机就可以算了，我不是会计师啊，我没有考到会计师执照，会计师执照要学到好像中级还是高级才可以考试，只开源没有结缘呐，什么意思？结缘这个部分不需要用脑，对啊，那个真的不需要用脑，考内源。工作人员可不要这样吗？有脑。大福哥，所以最近有推荐的啊？不好说先。最近就是有点小套牢。我也需要别人帮我开源。那我觉得大家欢迎，就是，我觉得最近我在网络上，就是听到一个蛮好的一句话。有脑啊，像祖祖这样就会过。如果你是会计师，我一点不会找你做账。为什么？怕被我那个吗？怕被我那个叫什么？把钱偷偷拿走叫什么？洗钱呢？你怕我洗钱啊？会计要脑啊，没脑怎么掏空人家公司？傻傻的。阿尔法尼，坏，你这坏，你会计老师有内线情报吗？有一点点。会计不需要用脑，这个炮好猛。不是，我学到的还不太需要用脑。我的就是看报表，然后去选择公司的状况这样。卷款吧，什么洗钱？哦，卷款，三秒组，你闭嘴这句吗？不是，教我开源。哦，对，我讲到这个，就是我学到那句话，我觉得非常好，我觉得我想要跟大家分享这句话。他就是说，因为他就是我之前有看到一个，他就是一个女生，她是低收入户的女生，然后她慢慢一步变成一个摄影师的故事。然后他就说，他其实当初非常非常的苦，就是他们当初是连餐钱都很难凑出来那个状况。然后呢，就是后来他说他一直努力赚钱嘛，他就是一直不断努力赚钱，然后他也有存钱，可是他说，因为他存的那个钱呢，就是一定是有限的嘛，就是他那个时候就是打零工，然后因为他又是半工半读，所以他是打零工，所以他在那个时候他是。就是身为一个学生啦，他是没有办法存到很多的钱，所以他当然也没有办法做一些你知道比较昂贵的投资，所以他那个时候他就说，他觉得最好的投资，在一开始觉得最好的投资就是投资他自己，所以他开始让他自己学习一个新的技能，把他学到最好，然后就用那个技能再去赚第二份钱。我就觉得，这句话好像真的有点厉害耶。我觉得，对，他觉得就是如果要成为最好的投资，就是投资自己。没错，所以我现在要努力的就是好好投资我自己，我要让我自己学习新的东西，比如说日文，好好学一下好了。有前途的人，离题的部分祖祖不要讨论嘿。没有，就是我真的觉得，就是我觉得他真的很棒，我觉得他讲那句话真的还不错。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有点卡痰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今天为什么有点卡痰？我昨天做了什么？我昨天练了唱歌，难怪我今天一直卡痰。
你想想，你现在把台圈掏空之后，又没有被发现，你就可以退休了。我跟你讲，不要赚那些不是你该赚的钱，我们赚我们该赚的钱，比如说投资自己，学习日文。Hello， 黑色，把钱都拿走是污钱吧？是污钱是？哦，洗钱哦 ，OK， 对不起，平钱，我用错词，因为你刚刚吃花生酱，哦，是因为吃花生酱是吗？你都投资在麦圈圈上面，哎，我觉得麦圈圈其实很会投资呢，他是把那个叫什么建商通不是建商，就是建筑物都买了。我最好的投资就是买祖祖的纸笔，将来卖大钱。好，我会为了大家努力的，让大家以后赚大钱，好不好？日文不是很高分吗？我要投资我自己，让它变得更好。今がよ是什么意思？我是说我要即将要投资我自己，我还没有开始，大家拿去买地啊。欸，买地真的很贵，买地真的超贵的。我后来才知道，就是有一次跟竹妈在讨论这件事情，然后竹妈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地很贵，地比建筑物还贵呢。你真的要好好努力，不要害我买的纸笔。是，对不起，我会努力，我会努力让大家的纸笔赚钱的。欸，是这样子。西基优乌达，伊乌乌，西基耶亚达亚他伊哟。投资有风险，基金什么心想月公开说明书，投资自己，请你现在就开始。好的，我等我就是就是可能稍微有一点空闲的时间的时候，我就会来投资我自己。当然啦，怎么可能买得起？谢谢心仪的喊我宅一期，谢谢心仪。主播午安，我爱流星。反正我是不想吐槽你的日文的啦，我看得懂。那你日文叫有 des， 嗨，地比较值钱，真的，地比较值钱哦。这日文90分呢，欸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超厉害的，我真的觉得我真的哇，那个时候真的，我都不得佩服我自己怎么把那个形状背起来的。没纸笔就没有投资烦恼。所以以后大家还要猛力吐槽祖祖的日文吗？我在努力了呀，我就是找有空的时间，我就要来那个。我不怕你清空公文，你等级还不到，我只怕你算错了。我跟你讲，竹妈，因为我之前有在，就是有帮竹妈嘛，就是，哎，这好像不能讲，反正就是竹妈，对我有帮竹妈，对，然后反正就是这可以讲吗？反正竹妈的意思就是说她不担心，她不担心我少收钱，她只担心我多收人家的钱。你的日文考试是不是很简单？你有空都在打电动吧？没有啦。啊，这个字念啊，先啊。你有我的，你下次把纸笔的大头涂黑脸，应该会增值。阿尔法，你很怪耶，你不怎么可以这样？我拍的我脸这么漂亮？什么？刚主念的是日文吗？什么？Coco 猫，你的形状学习法真的是很妙又很强。对啊，你看我把形状学起来了，然后我就考试90分了，我还不错吧？竹妈是很勇敢啦，竹想多收钱。为啥担心多收钱？你自己有不良记录吗？就是。我会可能少找钱，或者是那个时候是小时候啊，就国中国小的时候帮忙家里的时候，你有可能竹妈担心是对。竹妈这句话还是蛮有哲理的，我怕你把别人丑晕。谢谢你们，好坏哦，你这太坏了。太文真标准，你很烦，这堡垒有点烦哎。Hello Panda，背形状该不会是所谓的右脑吧？哦，是这样子吗？是右脑吗？你以后开店，我一定不会去光顾的，光顾还是光顾啊？
谢 Alex 的戒指，直接附一张黑色纸笔比较快，而且不用写字，就黑色的纸一张送过去，我们就觉得天好美哦。主主想开什么店呢？其实我之前有想过这个问题，就是如果是我想开什么店？我之前应该跟大家讲过，说其实我小的时候想要开的一间店是书店配咖啡厅，对不对？可是因为现在你知道疫情期间以后，我就有在思考这个问题，就是咖啡厅这个实在是有一点危险。你看，如果遇到疫情，大家不能出门的时候，就是通通倒光光，哎，真的是好像不是很划算的一件事情。如果我想要开的话，我觉得近期我会想要重新再学的东西，就是我想学那个调香。我之前是不是有跟大家讲过说，你知道吗？讲到调香哦，我真的是忽然之间想到很生气耶，真的是啊，也没有到很生气，有点觉得可惜耶，不是觉得可惜，就是有一点那个心情要怎么讲，觉得有点这感觉是什么？反正就是觉得有点的感觉，然后那个感觉是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你知道我之前就是不是自己调了香吗？就是家里的扩香，所以我家里就是充满了我自己调香的味道。可是现在呢，就是在疫情期间，我本来已经要去调第二瓶香了，结果因为疫情就锁到现在，我的香味用完了。可是我不想要用别人调的味道，我觉得别人调的味道就是不是我的味道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就一直很想要，就是有没有办法可以自己买到，就是自己调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就的感觉，对，我很兴奋啊，不甘心，是不甘心吗？对，我的味道用完了，我的味道用完了，拜拜用的那种香吗？不是，那个香哦，那个香我也很喜欢那个味道，我之前也有买那个，那是什么？是檀香还是木香？就是它也是烧起来也是木的味道的那个，我也有买，我觉得也蛮好闻的。我最近有找到一个，最近有找到一款香，是我觉得点起来房间里的那个味道我很喜欢的。苦鸭蜥蜴，苦鸭蜥蜴是什么意思？苦鸭蜥蜴，知道吗？原来是想当调香师啊！对，我想要开一间像这样子的店。可是如果我要开一间这样子的店的话，我就要先去学习。我喜欢洋甘菊的味道，我其实也蛮喜欢洋甘菊的味道，洋甘菊的那个精油都蛮香的。我们退一步，你只要四天没洗头，我就收集。为什么刷了马桶还是有臭味？因为异味因子还是。我跟你讲，就是因为不喜欢洗头，所以周围要很香，才不会闻到自己的头味。啊，皮卡丘。Hello KKI， 现在比较流行土味，土味情话吗？卡瓦哥，你头发香味没调一下？屁啦！什么？我知道现在都飘散着你臭头啊，我有洗头好不好？我应该很明显吧？我的头这么漂亮，我有洗头好吗？广告很刚好。竹妈真辛苦，每天要闻你的臭头吗？对，竹妈每天都要闻我的臭头味。可是我现在有洗头啊，谢谢心莹的圣火。论香味，我比较喜欢檀香味哦，我也喜欢那个檀香味，檀香味其实也不错闻，尤其是那种扩香里面有包含檀香的哦。但我最近我跟大家分享一个，如果大家想要买香氛类的东西的话，我觉得我蛮推荐大家有广藿香的味道的，广藿香味道的通常会比较雅致一点，如果你们喜欢雅致的味道的话，或是要送人的话，广藿香是比较大众比较喜欢的味道。专门卖臭味的店，你要干的芳香剂还是湿的芳香剂？湿的芳香剂就是头油的部分，干的话可能就是屑的部分。主妈前几天真的辛苦了，修竹竹刘海还要忍受竹，我那天有洗头还剪刘海好不好？可是这个行业需要合作对象，一般名声没有这么普及。你说那个吗？香味吗？这可能就要想一下。可是如果是做精油类的呢，是不是就可以比较有？哦，那就要变成用精油类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来想想看。但是首先我要先选好。可是我一直不知道，如果大家周围有人在学这个，或是有人在做这个的话，你们能够帮我问问看，就是如果要
接触这一行的话，应该要去学什么，好不好？就是因为我知道的是，如果你要调香水，你就要去化学系。那如果类似像这样精油的，有没有什么额外可以学的地方或是什么？因为我真的不知道，第一次听过广藿香，哎，居然这么。居然来这儿长知识了，哦，真的吗 ，Alex？ 真的吗？我让你长知识吗？嗯，我干湿分离哦。香味的东西就像声音一样，每个人接受度不一样，需要很长时间研究。对，就是真的要慢慢去研究这件事情。你吐了吗，月月？没事的，没事的。调香师还可以去酱油工厂兼差，为什么？为什么阿尔法中秋节超赚的耶？你这样子害我好想去阿尔法。你不洗头，这样香会乱掉哎，才不会，不会好不好？因为有些化学的闻久了会做。对，我也是喜欢天然的精油的那种味道，山鸡椒也很香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第一次听过哎 ，Tammy。好好好，我下次去闻闻看。一家烤肉万家香啊！我上次去调香，哎，我不是有去调香过两次嘛，两次，然后其中我每一次都有闻到一个皮革味，那个皮革味我真的不行哎。可是皮革味好像就是加其他，你如果有加好的话，好像听说蛮香的。可是我真的，我从以前就很不喜欢皮革味，就是那车子里面不是都会有那个皮革味嘛，我就觉得不行不行。音乐声音有点大哦，这样子呢，这样听得到吗？想吃烤肉了，不行，我中午要吃泡面啊，还是吃烤肉？猪猫泡了吗？还没啊，还是我来吃烤肉啊？一家前辈烤肉万家香 ，Hello 妈妈，今天不洗头也没感觉吧？猪的嗅觉应该有问题。如果我嗅觉有问题，我可能就这个行就是。恭喜博成中奖，唐毅皮革没有调好，会像塑胶味，真的很臭，超臭，我不喜欢皮革味。煮煮午餐都吃泡面吗？没有，吃我想吃的东西。谢 Alex 的银戒指，谢钟颖的戒指。耳机架是急戳戳你还是啾啾你？戳戳你。皮革本身没有处理，皮革本身会有一种塑胶味，我真的很不喜欢那个味道，我真的非常不喜欢皮革味。可是如果要调男香，是不是蛮适合皮革味的？是吗？谢谢耳机酱的戳戳我，哎，耳机酱，你刚刚是不是没有来啊？你刚刚是不是在忙啊？没有抽到我的红包呢，怎么办？青色最大出力哦。我好像可以再发一包哎，因为我那个，我好像可以再发一包，因为我抽大家的红包抽到油了，他连自己臭头味都闻不出来，你们相信他的嗅觉吗？哦，要，可以啦，新车味道很好闻哎，超臭，煮煮的皮味就无法处理，太皮，太皮了吗？我刚刚是做出香精膏，就不知道弄死了多少花了。哦，你还会萃取那个味道哦。没关系，耳机酱你还在吗？祖祖 TP 毕业之后要开香水店了吗？那个应该没有那么快可以，应该没有那么快可以学成，他那个应该还要更久的时间。Hello 旅馆，我比较喜欢木质花香调，我也喜欢木质调，花香调要调，花香调有时候太粉味我就不喜欢。在呀，那我要数一二三喽，一包哦，来哦大家哦。预备哦，一二三！你现在没有办法串门子，我不想再看到，手机要没电。好，你赶快去跑单，你赶快，你有没有带行充？你去那个、路边租的那个行充啊，现在还有在充吗？飞远，我栖息，我抽不到，什么？为什么我没有抽到？怎么会？我怎么又抽不到了？谢谢大家的好，谢谢大家的回馈，谢谢你们。你却没看过一眼，我不要再看了。谢谢耳机奖的红包，谢耳机奖。哎，我觉得路边借那个真的超好用的，我没按到。我这个有抽到了，可是我刚刚自己那包没有抽到，我怎么自己发的有点不容易抽到？谢谢红包。
没有抽到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谢谢耳机奖的红包，耳机奖你有抽到我的红包吗？谢谢红包。啊，我忽然之间有点担心沙优哎，沙优现在最近还好吗？身体？他前几天有出现吗？自己的好像比较难一点，真的有一点难，抽不到。自己发的马上就要按抢了，就要很快。谢谢 Alex 的戒指，行充也快没电了。哦，我觉得那个蛮好的。谢谢福福猫中奖，福福猫一定是你在偷偷的那个哦，在车厢充电是不是？不能再看了，好好，你先关，你先忙，飞镖。我跟你讲，你可以去那个路边租借的那个，我觉得真的蛮好用的。那个路边租借叫什么、啊？你想学怎么蒸馏萃取 ？N 年后我可以传授给你。N 年后是不是？这么久吗？这么久是不是？谢谢福福猫戒指。在我成熟的笑脸。哎，我今天一直走音哎。完全控制不了我自己的声带。谢李真的圣火，谢李真。宣言重复过很多年，我的声音为什么一直走音？我来跟你报告，我改名字了，以后不会挂耳机讲。你要叫 Grace 吗？你要叫 Grace 讲吗？是吗？Hello 859 Hello 阿尔法，没有啊，要等你创业啊，不一定，也许他就是我的嗜好而已，就是我也许不会创业。你是说行动电源吗？对，路边借的那个行动电源，超好用的。Hello 金城武，现在教你，你是要害我被出镜吗？对啊对啊，不是每天都走音吗？哪有 ，Grace 哪有？那个行动其实还可以，那真的超方便的。现在教你，你是因为我那时候只要自己行充没电，我一定是去借那个，这是超方便，而且他只要宝宝小三宝宝每日宝宝前辈 ，Hello 玉如，在我成熟的笑脸，你却未看过一眼，每日不要开车。Hello 小千，第一个跟你报告，看我多棒，你最棒了。哎，是陈宝宝吗？是陈宝宝前辈吗？今天微微想看我，微微想看哦，微微想看我直播是不是？微微想看我直播。Hello 卡缪，宝贝啊，哎，为什么我找不到每日前辈的？哎、欸，哦，找到了。微微想看我直播就来了是吗？微微，谢谢宝杰的戳戳我，谢谢宝杰。竹尾走音，尾走音。一次直播两个成员呢，好开心呢，太开心了。在我成熟的笑脸。你却未看过一眼，你骄傲的飞远，我栖息的什么忘记了，听不见的宣言。小帅，谢谢每日前辈的戒指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围抢红包，结果没抢到，因为围抢不到。走音日常，谢谢红包。因为改名之后，你第一个播，只好第一个跟我报告了。有点开心，又有点生气。每日竹围可爱，真的吗？可是我想要超可爱，可以吗？我可以不要只有围可爱吗？我可以大可爱吗？我想要大可爱，拜托宝贝，可以吗？不小心按掉了，哇！陈宝宝有没有抽到？每日宝宝有没有抽到？有吗？你们有没有抽到？很难。谢谢每日前辈，午安。只能唯可爱哦，哈，好吧，那我唯可爱。有啊，好棒。竹头唯臭哦，只有唯臭是不是？唯正而已是不是？好啦，那至少有正。唯感谢是不是？唯感谢 ，OK， 没问题的。没有抽到，
哇，糟糕了哇，怎么办，陈宝宝？陈宝宝，我今天真的不能再发了，我刚发太多了。大可爱、小可爱都有人了，你只能唯可爱。大可爱是我，大可爱是我，好吗？猪都不洗头。陈宝宝，陈陈认证猪都只能唯可爱、唯臭，笑死。唯美、唯美啊，唯美好像不错哦。Hello K K I， 不是只有唯臭吧？唯臭好吗？唯臭，猪猪都不洗头，一个礼拜才洗一次，哪有那么夸张？谢谢晨晨精辟的见解，谢谢晨前辈，爱你哦，啾咪！谢谢晨宝宝的前辈。晨晨爆料了吗？对，晨宝宝爆料。小佑，哪有晨宝宝？晨宝宝就算我没有洗头，他也会觉得我头先香，好不好？微爆料，微爆料，连晨晨都说你不洗头了，祖祖完蛋了，完蛋！祖祖一个礼拜洗头一次，造谣。我觉得真的到后面可能就是祖祖都一个月不洗头，为什么不爱洗头？因为麻烦啊，要吹头发啊，要定型啊，这样呼，然后呼，然后要呼，然后还要头这样子洗头，就有点微麻烦，微麻烦。哎，不是你为什么不洗头？每日拷问我了，每日前辈，晨晨 nice 吐槽，宝贝啊。微懒，微懒，对，微懒，微懒，因为微懒，对，微懒，没错 ，Panda， 没错 ，Grace， 好奇怪哦，我会有一点跟不上 ，Grace 讲好了，都说陈不能给男孩子带大了，你自己现在被反噬了吧？都说陈不能给男孩子带大了，你自己现在被反噬了吧？什么意思？常洗头有染头发的话，很容易破坏发质跟颜色呢。我没有染头发，我是黑发，而且我是原生黑发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健康的感觉？你才微光头，臭晨晨，你才微光头。继续叫耳机讲好，目前是先打气，没关系。Grace 讲，每日说什么？每日说要不要剃微光头？剃微光头是秃头的意思吗？为出家，为长，为日本武士，为日本武士。我又染又烫，不会每天洗，对吧？你看小千，我就说吧，没错，爸爸为秃头，臭宝贝，原生光头没有，为原生，为原生，为生气，为生气，为光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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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秃头啊，为光头不是秃头啊。想要问问看每日前辈怎么样推头，什么叫剃微光，剃出微光头？哎，对啊，我也蛮好奇的。晨晨说了太多的秘密，可是你一个礼拜洗几次？一个礼拜就是洗2到3次啊。祖祖要当兵了吗？剪光头？没有没有，他们叫我怎么办？每日我也是微秃头哎，怎么办？送了一顶假发，微光头寸头吗？完蛋，这一家有秃头基因哎、欸！哪有我宝贝，我宝贝没有啊，圆光头，圆光头吗？难得看到有人比我脏哎、欸，我哪有脏、啊？我这就说，我这只是懒，没有脏，我只是懒，好吗 ？Hello， 龙仔传人，猪光头，微脏脏，对，微脏脏而已，就微脏脏，不是很脏脏，是微脏脏。送了一瓶落剑，你说我吗？谢谢芊芊帮我分享直播间。现在头发长度应该不会再踩到了，应该不会，应该不会，这个长度应该不会。有啦，国也不爱洗头，国前辈也不爱洗头，真的，他真的也不爱洗头。噔噔噔噔噔，队长大也不爱洗头，这个好像是这个没办法，队长大头发真的太长。玩命关头之微光头危机，哦哦哦，怎么办？现在是大爆料，谁没有洗头吗？对，现在是爆料。哎，大家，我差不多要关掉，你们有谁是爱洗头的吗？晨晨啊，我们家晨晨前辈啊，晨晨前辈还在吗？晨晨前辈，你们要陪我下播吗？是吗？玩命关头，玩命光头。
祖祖表示什么？头要洗的吗？头当然是要洗的呀。好啦，我要念棒棒了，我要念棒棒了，大家。我差不多了，因为我要那个，我要去吃饭呢。我怕竹妈，我怕竹妈会饿死。好，我去帮竹妈买份饭。来了，我要念满榜了，从第十五名哦，第十五名朱莉安，嘟嘟嘟，第十四名甩泥巴，嘟嘟嘟，第十三名西安，嘟嘟嘟，第十二名妈咪，嘟嘟嘟，第十一名小蛋糕。真假的？有小时榜？哇，有小时榜是不是？竹妈忽然之间探头进来说有小时榜，是说？怎么办呢？我们来等个三分钟好了。好啊，可以，我们来等个三分钟。喂，听不懂哎，喂，听不懂是没关系，我等三分钟之后念棒棒，赶快念啦，没关系。竹妈说她要等十一点半，我记成一点半啦，记错开播时间。没有，你是对的 ，Grace 是对的。Grace 讲，我本来是一点半播，但是写错了，就是官网写错了，所以我十二点半播，小时候还是提早播。喂，听不懂，喂，听不懂。竹妈好像你的直播就，因为我没看到，我真的没看到。如果有的话就再看看吧，没差啦，吃饭时间就吃饭吧。竹妈说要等啊，竹妈说可以，因为我刚吃完我的花生蛋饼，可以，赶快念啦。喂，小时榜。是我想抽啦，没丢会被刷掉哎，没关系，看看，如果看看有就有，没有就算了。一直微，我只能微微笑了啊，可以微微笑，谢谢，谢谢耳机讲的，对不起，谢谢 Grace 讲的纸骰子，微糖微冰，嘟嘟嘟 ，Hello 耳机讲，微吃微吃，微微微微，就是一点点。谢谢马月戒指，围抢红包，围抢红包，嗯，围抢围抢，谢谢耳机上追踪，谢谢妈咪的戒指 ，Hello 佩佩猪，微风微风，那我们家晨晨前辈跟每日前辈有要留下来，如果有的话要留下来抽抽吗？喂，圈力，我差点念出来，哦吼，谢谢妈咪戒指，谢谢嘎宝贝圣火 ，Hello 黑砂糖。喂喂喂喂，有点微紧张，微紧张，就是不知道会不会上榜，微紧张，微紧张。谢谢晴晴的戒指，谢谢 Alex 的戒指 ，Hello 嘎宝贝，谢谢猫猫宝贝直播间，谢谢晴晴的戒指，恭喜 Alex 升级，谢谢晴晴的戒指，我要抢，好，来，谢谢小蛋糕的银戒指，谢谢耳机奖的戒指，喂解冰，喂解冰。好好好，我们来看看哦，好紧张哦，我也紧张，我也紧张。一分钟倒数计时，嘟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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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那女孩对我说，说我保护她的梦，害我还乖乖一点半来撒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那我如果有上榜，我们就到两点半。我也紧张，我也紧张，四十秒，我也紧张。谢谢品贤的行李箱，对不起，卡口水。为什么我的豆豆不见了？谢谢宝杰的戳戳我，虽然特效不见了，但是谢谢宝杰戳戳我。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！谢谢宝杰戳戳我，笑死！谢谢 Panda 的圣火，谢谢宝杰的戳戳我，谢谢 Panda 的戒指，谢谢 Panda 的圣火，谢谢宝杰的戳戳我。足足多一个小时，没关系，就多一个小时。谢宝杰的戳戳我，好紧张哦！大家三二一，大家嘟噜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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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噜，我们有没有中奖嘞？好像有哦，似乎有。谢谢宝杰的戳戳我，谢谢推推的戒指，谢谢宝杰，谢谢 Panda 的枫叶，谢谢宝杰的好多好多多多多多戳戳我，好多多多多多戳戳我，谢谢宝杰的好多多戳戳。哎，宝杰，我现在这样剩几个啊？我是不是快要可以解锁了？我是不是快要可以解锁了？谢谢宝杰的好多好多戳戳我，第六吗？微计时，微计时，哇！那我们要来宣传一下了。一天也没再过，那女孩对我 roar roar。我们来听什么歌好呢？
我们来听微高音的歌，微高音的十六是不是？好，怎么办？我今天一直走音哎，糟糕了。新来的朋友们，大家好呀！哎，有人进来了吗？新来的朋友们，大家好呀！我是 AKB48 TTP 的原子竹竹竹，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按追踪哦。哎，那个真宝宝跟每日宝宝要不要讲个话，让我标记一下你们？然后如果喜欢我，也可以追踪我的 Instagram 哦。然后这首歌是365天的纸飞机，如果喜欢的话，也可以推荐给我们主播。最温暖的心房。偶尔也会下起狂风暴雨，眼泪也曾模糊你眼眶。别彷徨，就算一切不曾如你所想，向前奔跑，别回望。为什么会有日文？不是中文的。为什么会有中文版本？因为我们家的 puzzles 有出啊。我会自由绽放。谢谢心仪。心仪的这个，我的这个励志头头。所有阻挡，人生它就像纸飞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KB48TTP 的原子竹竹竹。如果喜欢我的话，欢迎追踪我的 Instagram。朝着向往的前方，别在意距离，也勇敢追寻。这样子有声音吗？红包来了，五秒钟准备。在哪里？这一路最重要的意义，遵循自己内心的想法。三老鼠天不停飞行，身处在漆黑的夜晚，眼中还能看到多少星光。如果此时爬上心头很悲伤，找个人来诉尽衷肠。我们安静片刻想一想，没有谁会都迷茫。这样听得到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KB48 TTP 的原子竹竹竹。如果喜欢我的话，可以按追踪，然后喜欢我的话，也可以搜寻我的 Instagram 追踪哦。吹风张开翅膀，享受着自在翱翔的时光。怎么办？我又错过了晨晨前辈跟我们家每日前辈的留言了。宝贝，你们再留言一下好不好？看远方的风景，谢谢 Grace 酱。是希望，也是我前进的推动力。我会快乐到达目的地，365天不停飞行。微走音。谢宝贝，微走音。今天真的是微走音哎。欢迎追踪我们 AKB48 TTP 的成员们。站在我愿望追逐方向，谢谢 Grace 讲。千难题在风中拼尽全力，朝着向往的前方。我走音。要勇敢追寻，怎样去远行？ AKB48跟平常比较起来，确实是有点微走音，有点微走音。我今天有点不是很正常。不停飞行。哦，不行啊，我今天有点唱不上去。没关系，我们来听新型病毒好了，我们来听可爱歌，就比较不会有走音的问题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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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什么特别，甚至有些伤脑筋的感觉。聊天我也只是干干点点头，随便的敷衍。哦，我真的是大走音呢。这首歌叫《新型病毒》，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推荐给你们的主播哟。就不会再碰面，
那时候哪里突然交错，怎么我不知不觉中一脚跌进爱的漩涡。喜欢，这是我的圣诞题。关于故事的开头，找不到线索。病毒的你，把我传染的措手不及，越治疗越无药可救，真要命。被你占据，每分每秒挥之不去，魂不守舍，往东往西都怪你。哦，谢谢耳机奖的红包，我怎么没看到？哦，我没抽到。嗯，谢耳机奖，谢万岁爷 ，Hello 万岁爷。噔噔噔噔噔，明明就更帅，相本不胜约。周遭的朋友纷纷哑口无言，不停的追问你究竟喜欢他哪一点。死不见。哎，为什么我觉得我今天的音乐有点小声啊？热的双眼给贡献，交错什么我察觉不太多，一逃不掉制约的锁，总是动不动听着情歌泪又莫名滑落，不安频频发作，属于女孩的寂寞。但愿星星病毒的你措手不转转转烫到不行，这样子呢脑袋当机无能为力，实在猜不透爱这一道难题，绝对不可能的啦。虽然是这么说，不知道为什么你们好像已经爱上我唱歌了。哇，最好听这种耶、yeah! 超超超超超欢迎Hello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祖祖的直播间。如果喜欢我的话可以点点追踪，也可以搜寻我的 Instagram。 把我传染的措手不及，越治疗越无药可救，真要命。所有的思绪被你占据，每分每秒挥之不去，魂不守舍，往东往西都怪你，魂不守舍，往东往西都怪你。这首歌是心情病毒，如果喜欢的人也可以推荐给你们的主播哦。如果喜欢的话可以追踪我的 Instagram， Love you guys。 然后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追踪我们的成员，他们刚好也在直播间里面，一个叫小山美玲，一个叫高彦辰，如果喜欢的话可以追踪他们哦。那我们来听一首痴心绝对吧，因为我怕我唱不上去了。痴心绝对，我们来听一首痴心绝对。我真的是直接是哇哦的那个哇哦，真的是哦。你是想说小山美日？对，我差点说小山美日，小山美玲。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追踪哦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个垃圾车来了吗？对，被听到了吗？垃圾车来来来，一杯 Latte 把你灌醉，你能多爱我一点，暗恋的滋味你不懂这种感觉。 Hello 浮云，对，可以追踪我。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，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，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，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。真的假的？没你付出那种相信你永远不累，你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？
切，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，紧紧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。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回，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，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，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。拉进垃圾车。Hello， 小草草，如果喜欢我的话，可以追踪我的 Instagram， 如果喜欢也可以点点追踪，欢迎大家来到主竹的直播间。其他成员在就不敢唱歪歌了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就是，这个时间是我的宣传时间，我要好好宣传我自己。然后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也可以追踪我们的成员，一个是小山美玲，一个是高彦辰。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话，也可以去听听我们的歌哦。你和他在我面前，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。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，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。喂，坏掉。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回，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，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，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。曾经我以为我自己会后悔，不想爱得太多，痴心绝对，为你落一滴泪，为你做任何改变，也换不回你对我的坚决，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，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。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，紧紧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。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回，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，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，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。对，因为他的 key 跟我的 key 差不多。那一天你会发现，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。切奏。谢每日的枫叶，如果喜欢的话，也可以追踪一下我们家小山美玲，可以追踪一下我们家高彦辰。如果喜欢他们的话，可以点点追踪哟，然后抽哦红包。直到那一天，你会发现，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。那我们最后一首唱什么歌好吗？噔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噔。哎，我们来听嘉宾好了。最近刚好是这首歌正夯的时候，还是已经过了？没关系，我们就听嘉宾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我是 AKB48TP 的原子主。如果喜欢我的话，可以点点追踪，然后也可以追踪我的 Instagram， 然后也可以追踪我们的成员。然后我今天有分享《新型病毒》这首歌跟《365天的纸飞机》，如果喜欢的话，也可以推荐给你们的主播哟。我的嘉宾不是好运来吗？什么意思？我要看一下歌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新来的朋友们，要宕机。原来早已有人为你订做了嫁衣，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，我时刻提醒自己别逃避，那这些天一步一步走进他精心布置的场地，可惜这是属于你的风景，而我只是嘉宾，我放下所有回忆来成全
全你的爱情，却始终不愿相信这是命。好久不见的你有点疏离，握手寒暄如此客气，何必要在他的面前刻意隐瞒我的世界有过你。谢谢大家，如果喜欢我的话欢迎追踪我的 Instagram， 然后下个星期三我们家高彦辰宝宝他要进行他的人生第二次直播，他昨天刚刚第一次直播完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追踪辰辰的 Instagram。 有人有帮每日发一下吗？喜欢的话可以追踪我们哦。噔噔，现在到哪里了？我却才傻傻清醒，原来我们之间已没有任何关系。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，我时刻提醒自己别逃避。但你扮得格外美丽，曾拥在怀里，可惜这是你和他的婚礼，而我只是嘉宾。所有回应你的爱情，不愿相信这是命。到了曾经，我试着重新祝福你，请原谅我不体面没出息，选择失陪一下先离席。不是偶像剧，怎么演得那么入戏？哎，我这段不会唱哎。剧情，感谢你特别邀请，观赏你要的爱情，嘉宾也许是另一种宿命。离开你的自己，事到如今还有什么资格关心？毕竟中正眷属的人是你，而我只是嘉宾。我流尽所有回忆来庆祝你的婚礼，没有勇气祝福你，谢谢你送给我最后清醒，给我自己，至少我还能够成为那个见证你们爱情的嘉宾。耶、yeah, 谢谢大家，谢谢宝宝们让我送上小神榜。唱的没起鸡皮疙瘩了吗？真的吗？真的起鸡皮，真的起鸡皮疙瘩吗？起鸡皮疙瘩了吗？大家起鸡皮疙瘩吗？我只是嘉宾，感谢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，我始终不愿相信这是命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心颖的头盔。我一直永远都不知道他到底叫什么名字，他叫什么？励志橄榄帽，对，励志橄榄帽。好，谢谢晨晨宝贝，谢谢晨晨宝贝。歪哥来了吗？没有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来陪我，谢谢大家今天等我，我爱你们哦，谢谢大家等我，谢谢大家看到我失态。谢谢大家今天看到我失态啊，部分有人看到我失态，谢谢大家，爱你们，啾咪 ，love you guys， 生日快乐，陈宝贝，每日爱你哦，啾咪啾咪。如果喜欢的话，也可以追踪我们呢。如果还在的朋友们 ，love you guys， 谢谢大家。我才刚来，什么意思？精神？所以你说要等等的意思吗？祖竹师太大德，哎，我有跟大家讲过这件事情，就竹妈有一次，竹妈，哎，这个可以讲吗？好像不行，好，算了，这个不要讲，这种怕有那个，不要，我不讲，这个我不讲。谢谢月月，爱你们哦，我还没念吧。
棒棒哎、欸，我棒棒还没念，我刚棒棒念到一半，再半个小时。I'm so sorry, but I'm so hungry. I want to eat my lunch. So bye bye. 你可以下个礼拜一早上来看我，我刚不小心撑大了我的鼻孔。大家辛苦喽，怕有生命危险，不是？我们去吃午餐啦，好好，我们去吃午餐。不是不是，这个我怕不能讲，这个我怕我被 ban 掉。谢谢陈前辈，谢谢美瑞前辈来看我直播，谢谢大家把我送上小时榜，谢谢大家今天等我直播，爱你们哦，啾咪！但是我还是要说我没有迟到哦，我真的没有迟到哦。第十五名甩泥巴，嘚嘚嘚；第十四名品仙，嘚嘚嘚；第十三名仙，嘚嘚嘚；第十二名妈妈，妈妈，你今天怎么丢那么多啊？我怎么不知道你丢这么多？好，第十一名小蛋糕，嘚嘚嘚；第十名嘎宝贝，嘚嘚嘚；第九名博成，嘚嘚嘚；第八名晴晴，嘚嘚嘚；第七名林高，嘚嘚嘚；第六名玲玲保护队，嘚嘚嘚；第五名周莹，嘚嘚嘚；第四名心莹，嘚嘚嘚。以上。第三名 Grace 耳机奖，嘟嘟嘟嘟。第二名 WZI， 嘟嘟嘟。第一名宝洁，谢我宝洁。每日为啥笑喽？为啥笑喽？好好笑啊！从为啥笑喽？为啥笑？哎、欸，这真的，我跟你讲，这真的就是你知道，代替那个我的声卡，因为我没有声卡。祖祖不会迟到，祖祖才不是迟到王呢。主角辛苦了，大家也辛苦了，谢谢大家今天来陪我。我今天声音真的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我觉得我今天真的有点烧瞎。好。我今天老人痰怎么那么多啊？主角迟到习惯了，才没有呢，才没有迟到习惯了呢。主主请离开，让主妈好好吃饭好吗？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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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。谢谢大家今天来陪我哟，谢谢宝贝们也来陪我哟，爱你们哦。好，我会喝水啊、哦。对对对，我今天要挑战新的一桶水。对对对，关播吃泡面，出发，拜拜，你们也赶快去吃午餐，拜拜拜拜 ，love you love you guys， 拜。我今天就不一个一个拜哦，我今天现在有点人偏人为多为多，对，人为多我就不一个一个掰了。谢谢大家今天来陪我，周末愉快哦！谢谢大家每周六的快乐时光总是过得比较快，吃了很久了是不是？哈啊，那个要赶快充电的充电，然后赶快去休息的休息，然后赶快吃饭的吃饭，爱你们哦，各位啾咪啾啾。